没事，剪一个比较帅的好不好？我跟爸爸现在不会剪啊，你可不可以换个发型啊？会痛啊？男孩子勇敢一点啊！剪完呗。没事，勇敢一点哈，你是男孩子了，勇敢一点，嗯，好，又不会痛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，再见。